先走了。哎，留步。再来开两个多。老板，再来一杯 whisky。谢我没点这个啊。这是那位先生送您的酒，说您的气质跟这酒非常的搭。这是什么酒？口感清爽的气泡鸡尾酒，名字叫 Raspberry。宾利。哎，小姐。我不喜欢宾利，只要宾利都不是好东西。再给我杯 Whisky， 快。我说那女的性子挺烈的，搞不好你今天晚上得吃瘪。她的酒量看起来就不怎么样，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她。这儿的酒味道还不错吧，如果还想喝我可以请你。我没醉，你不要对我有想法。既然你要道歉，你不如把这杯喝了更有诚意。喝就喝。你谁啊？我是他朋友，他喝不了，我替他喝一杯。傅泽义。你怎么在这？我应该是真的喝醉了。你是喝多了，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来，我扶你过去坐。真的可以走了。傅泽义，我肯定还没酒醒。
是真的。你带我来酒店干嘛？变态！傅泽一，傅泽一，很难受吧？切，不会喝酒还学别人喝那么多。谁的血？没受伤。其实，你就是林吧。所以你才会救我，你赶紧起来吧，我还有好多话要问你。可以帮我送个药箱上来吗？小姐，您的药箱。谢谢。需要帮忙吗？不需要，谢谢。会有一点点疼啊，忍忍就过去。嘘，大男人一点点疼都忍不了，你这样叫，隔壁的人以为我对你干了什么。走出酒店会不会太夸张了？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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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换一个换一个。会不会太女人了一点呢？还是简约风适合你。嗯，所以今天早上在爱者，你说不认识我，是怕我为难。到底喝了多少，醉成这样？你别乱来！不要脱，不要脱，不要脱！哎，下面也不能脱！你别误会啊，我只是因为你救过我，所以我就照顾你一下。你想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你压到我了！不对劲啊！你到底喝了多少，醉成这样？身上也没有多少酒味啊！既然你要道歉，你不如把这杯喝了更有诚意。是假酒，我看在你救我的份上，我不打你，我数三个数，你自己起来，三、二、一。
我先说好，是你压着我不让我走，你可别对我动手动脚，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。怎么起得这么早？看一下这个数据。副总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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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副总好。我怎么又跟这个女人纠缠在一起了？副总上班从来没有迟到过，是啊，电话还一晚上打不通，一定是被绑架了。刘华副总怎么样？来看看。在干嘛呢？别说话，绑匪随时会来电的。绑匪？都说了，别让说话了。副总让绑架了，一会儿有可能绑匪过来打电话要赎金。你进。喂，打错了。副总，哎，给人钱。小副总啊，快，怎么了，秦凡？小心点。小副总的安全回来了，你担心什么？你入职复试才几个月，我在这儿住了八年了，他哪次缺席周一例会啊？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儿，总之小心点。哎，前辈，你陪我一起去吧。你自己去吧你。哎，前辈。小副总，这里有一份文件需要你签一下。这儿。你压到我了，没事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吓死我了，前面说的果然没错。傅子义，傅子义，为什么给我钱？又来。傅泽一，你的卡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
就当做给你的补偿吧。补偿？有什么好补偿的？我们根本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对啊，确实什么都没发生。所以你是故意再羞辱我一遍？随便你怎么想。我对陌生人就是这种态度。